制作募款箱，准备相关资料。慈济香港分会动员为印尼赈灾上街募爱心。元朗的商店街人来人往，职工高声疾呼。希望大家可以付出你哋嘅爱心，付出你哋嘅善心，为印尼受灾嘅灾民送上祝福，帮我哋重建家园。十年前的汶川大地震至今没有重灾，志工都在这劝募。我哋非常多谢呢边嘅街坊啦，所以我哋喺呢个点都做咗好耐，我哋都系要揾翻呢个点咯，因为我哋都觉得好非常之有亲切感，同埋佢哋同啲街坊好似打埋一齐咁样，走埋一齐。在香港帮佣的印尼籍居民仔细看了海报，知道是为他的国家募款感动，拿起手机拍下，要和亲朋好友分享。之前我有行过咧，见到我睇有叔叔啦，有阿姨啦，佢哋咧祝你见啲咧呢啲叫咩啊 ？Donation for Indonesian 咁样咧，真系我谂你哋真系好好有心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热闹的老区观塘，路人行色匆匆，有人停下脚步掏出善款，就让志工无限感动。咁点解要捐款呢？我见到咁多义工咁热心，都系着晒制服，咁好有秩序，咁咪向行人募捐，咁我都有个即系希望帮到人啦，咁啊。才刚动完眼睛手术的志工也把握善缘，弯腰劝募。大家万众一心，然后把这个圆满，其实很紧急的，然后大家都尽心尽力，没有说大家说问为什么。慈济香港分会有多次街头募款经验，这次也向政府单位快速申请了12个地点，要汇聚香港人的爱心，送到印尼帮助灾民。台视新闻资深美志工林慧红、卢志德、李建平，香港报道。